即时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一章，咱要对十八节看到二十三节，咱做伙来读。上帝话记载《以弗所书》第十八第一章十八节，并且照明恁心中的目睭，予恁知伊的恩召是有何等的盼望。伊伫圣道中间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影伊向咱遮个神的人所显现的馈赠是何等的大，就是照伊伫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予伊对死里个我，叫伊伫天顶坐伫家己的正边。远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主治的，甲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拢超过了。佮将万物伏伫伊的脚下，互伊成做教会做万物的头。教会是伊的身躯，是伊的充有充满有所充满的。愿上帝赐予听伊话阁安尼行的人，咱要将下面的时间交予牧师，伊要甲咱正道的题目是四道圣经教会。阿姐啊，新年快乐！咱边仔的人吼，予伊一个今年上灿烂的笑容者。今年上灿烂的哈，明仔载阁比今仔日较灿烂。最近台湾有一间教会哈，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闹真大的一个新闻。咱若讲有去注意到台湾的新闻，可能加加减减会看到。最近既然是讲甲迄间教会有关系消息吼，无论是真诶是假诶是新诶是旧诶，拢会用挖出来去报道。你会看到迄间教会亲像互迄检察官入去共款，规个安尼抄出来，规个变过来。教会
啊内外大大细项事啊，拢暴露伫迄个媒体顶面。啊，原因是即个教会拢是艺人啊，伫组织聚会的一个教会。啊，伫即边啊，即个教会风波吼，啊，咱会用看到伫迄个新闻媒体顶面的一寡言论啊，有人支持啊，有人反对。啊，即站出来伫讲话的人。有基督徒，啊，嘛有非基督徒。啊，伫即个新闻的当中吼，我有看到一寡内容，伊讲，即教会要求会友爱奉献，哦，啊，佮常常安排足济小组的聚会，啊，若是无去参加聚会，会互牧师吼情绪勒索，啊，我毋知影遐即恁有互我勒索过无吼？啊、來所以你這樣聽，應該這個是非基督徒說的一個言論、哦啊、來有人就說、欸、教會是上帝的家、哦、教會不可以用、做生意經營公司的方式、牧師不是 CEO、哦啊、還有人說、這個教會不是教會，它是一個協會啊，因为迄个牧师是一个演艺圈的人吼，啊，伊个嘛个讲，迄做见证唔是伫演戏，靠人叫人做见证伫演戏，啊，等等。啊，即咱看到即个言论了后吼，啊，即个描写了后，啊，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唔是基督徒，加加减减伫因所讲的话内面吼，拢有掺一寡个人。对伫教会先入为主的一寡既定的一个印象，啊，我捌讲过吼，伫较早我过去，有人将即个车啊停伫教会大门家口，啊，伫到教会的福音车啊无法度出入，啊，后来真无简单找到迄个车主吼，请伊开走，啊，结果迄个车主啊足唔甘愿的。啊，佮甲阮讲，讲我相信吼、哦，你的耶稣吼、哦，一定会予我的车停在恁的门下口。啊，伊伫咱先望讲哦，啊，伊讲的这话是对啊，唔对，啊是讲有道理，啊是无道理。其实伊讲出来的话嘛是属于讲伊个人对伫教会迄种先入为主的一种印象。啊，另外啊，咱看吼、哦，咱伫读书读圣经。天主教嘛，甲咱同款做伙在读《四道圣经》，也就是讲，天主教甲基督教拢承认《四道圣经》的一个权威性。啊，总是双方面对伫《四道圣经》内面即句圣公堂的教诲的解释就无同。啊，天主教认为讲，啊，基督的教诲是一个组织的团体。啊！伊维系着一群受洗的信徒，啊，这些信徒伊是甲教皇相通，啊，并且是接受神职人员的教导啊，甲管理，啊，并且其他无属于天主教的教会团体，无论讲伊个安怎行，亲像教会样式，也绝对。袂使承认讲，因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啊，这是天主教对伫啊圣公堂的教会的一个解说。啊，但是基督教无认同天主教的一个看法，所以你可能看到各有一种啊先入为主，种无同款教会的样式吼。啊，其实慢慢讲到安尼吼，佮看咱。啊，家己的教会吼，就是讲一般的 local church， 啊，佮管算讲共一间教会聚会信徒，甚至是讲咱是做伙三个在同工服侍的，嘛无一定讲每一个人对伫教会的一个观念看法拢共款。啊，上明显的就是讲，有时咱嘛拢会听到。安尼话讲，哦，教会应该个爱安怎？啊，教会无应该安怎？
啊，教会啊应该爱做虾米，教会无应该爱做虾米。其实当人伫讲应该爱安怎，无应该爱安怎的时阵，这个话背后伊所根据的是哪？伊个人对伫教会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看法。不是说对啊，不对，就是说他个人本身就有一个教会，就是这样的看法，所以这样来在说。换一句话说，我们能这样说，每一个人都有一间他心目中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有他心目中的一个教会。总是我们要清楚，每一个人心目中的教会并不是真正的教会，独独是什么人心目中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上帝心目中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那呢，什么会是上帝心目中的教会？真正的教会又是什么款？这是吼，咱用来对这个四道圣经的第四部分所讲的，讲啊，歹势给我 remove， OK， 第四部分就是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三通啊，来看啥会是上帝心目中的教会。伫遮吼，咱能用这两句讲啊，我信圣公堂的教会甲圣神的相通。来表达教会两个层次哈。第一样，头前这个圣公堂的教会，咱能看作这是教会外部，就是教会甲教会中间的这个关系。过来后边这个圣道的相通，咱能看作迄是教会内部的，咱能看作是圣道甲圣道中间的这个关系。透过这两个关系，咱来认识哪会是教会。但是咱先来看教会外部这个圣公堂的教会。在这个圣公堂的教会这个所在，伊所指的吼，这个公堂伊叫做 Catholic， 伊的意思吼，就是迄个普遍，或者是普世，就是 universal。一个意思，伊这个伊要表达的，伊要表达的是哪会呢？上帝设立每一间教会，不管迄个教会历史的渊源，伊的教派，或者是社会，或者是文化的背景，因拢总拢属乎是基督身躯的一个机体，嘛是普世教会的一员。就是教会甲教会拢是这个基督的身躯，所以拢彼此三角结的。为什么会使安尼？因为教会头就是啥？耶稣基督，耶稣只有几个，一个，所以敢有一个身躯啊，但是是所有的教会所组织起来。这个亲像保罗所讲的吼。也即咱伫遮做伙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咱三个做伙来读来，请又搁将万米降服伫伊个脚下，予伊做我教为教会做万有个头。教会是伊个身躯，是迄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个。也即遮个经章吼。伊主要的意思是讲，耶稣是为着教会的好处，所以伊较做万有的主。教会甲基督三角结连，合作一体，所以教会是耶稣的身躯。而且因为三角做一体，所以教会。伊嘛有分伫耶稣的性命，甲耶稣治理的一个官兵。简单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并且呢，伊在支取
伫基督内面的丰盛。啊，兄弟，所以咱教会有好嘢无？有，咱教会有丰富无？有啊，唔是讲好嘢，咱加金铺啊足济金额，唔是讲好嘢啊，咱的不动产偌有价值，咱的好嘢是因为咱甲三什么人三角结连？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丰富，就是咱的安怎？丰富，因为伊是咱的头，是咱的啊，咱是伊的身躯吼。啊，过来，咱过来看吼，对伫这个圣公堂的教会啊，这个 Westminster 啊，这个信仰告白吼啊，伊有进一步的一个描写，伊安尼讲吼，伊讲无形的大公教会，也即是普世教会，伊是对过去、现在、未来。伫基督、元首基督啊的下面，啊所召集啊真侪集体的选民总数的一个过程。啊，咱看到这个信仰告白，伊所要强调的，就是迄个时间吼，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只要伊是教会，拢是幸福，拢是归属。伫耶稣基督的下面，啊，这个教会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教会就是充满万有者的配合、身躯甲丰盛。啊，遐这伫这个所在，咱注意看这个选民的总数哈，这选民的总数，就是意思就是讲，正教会拢伫基督。的身躯，所以刚有一个身躯，所以天主教、基督教拢是属于同一个基督的身躯，啊！啊，咱能根据这段话，咱能搁一遍进一步来讲，吼。教会是历世历代拢存在的，伊是无受时空的限制。咱头前讲到讲啊，基督的身躯，包括迄个时间轴是甚物款的教会，过去的教会、现在的教会、未来的教会，拢属伫安怎？耶稣基督的身躯，也就是讲，教会伊历拢是安怎历世历代存在，伊无受到时空的限制。所以咱到这个所在，咱个来想吼。要想哪会呢？就是讲，任何拢想要把教会定位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教会伊是有迄个时间性的吼。啊，再来，对生命体的角度来看，教会生命伫无同款的时空的下面呢，有多重而丰富彰显的方式。所以咱袂使掠讲啊，我迄时阵的教会，迄较是教会啊。现在这种敬拜个毋是教会，因为是安怎？教会是无同款的时空的内面，有无同款彰显的方式。啊，我会记我有一个啊宣教师的朋友吼，啊，伊第一遍去非洲啊，甲迄黑人敬拜，啊伊。伊感觉，伊第一个想法个讲，哎，这敢是教会？啊，为虾米呢？因为一入面吼，佮一直唱歌，啊，唱歌毋是安尼唱，要起来跳舞，啊，佮一直画哈利路亚，啊，顶悬的人啊，行落去，下骹的人啊，规个互伊感觉足乱安尼吼。好啊，等唱歌唱了啊，才徛起来，啊，牧师开始讲道，结果讲道讲偌久，五分钟结束啊。哇，迄予伊一个足大的一个冲击哦。但是这嘛是安那，嘛是教会。啊，所以伫这个当中啊，咱会用用无同款的一个较新的角度来伫看教会吼、哦。就是讲，今仔日咱唔但看到咱教会现在的光景，
咱嘛爱有一个超越时空去观看上帝未来所有备的教会。啊，这个咱来想看卖吼，咱教会安尼对成立到即马现在，请问咱遮较早过去伫真济教会元老的人，你敢有法度去想到讲啊？伫二三十当前啊，迄、那个成立会发展到今仔日即个规模？可能迄时阵敢想讲啊，咱同乡啊，大家做伙，台湾人有一个聚会，安尼一个温暖啊，一个互相的扶持啊。但是现在啊，有即个规模，这敢毋是上帝的作为？啊，伫遮，予咱有一个提醒吼，就是讲，咱毋通用现在的教会来盖棺论定未来的教会。咱毋通用现在的教会你所看到的代志来盖棺论定，讲即个教会未来会安怎？啊，我伫遮讲到啊，马太福音吼。啊，马太福音伊伫1872年。啊！伊一个人来到淡水，啊！伊到淡水的时阵，伊就安尼讲，伊讲啊，我看这个所在非常的好，我知影，我已经到了啊，我已经到了我要施教的所在啊，这个所在就是我要设教的地方啊，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啊，来伊就伫淡水啊，租一间啊，本地吼、哦、是要起来做饲马啊的一个。啊，所在，咱知影吼，迄个所在要用来做饲马啊，吼，迄个所在一定是安啦，啊，盖垃圾啊的所在吼，啊，而且迄个厝吼，伊是起的对呢，起伫靠山壁，啊，咱唔通去想风水吼，讲哦，安尼后壁有靠山，这是足好，足好的一个厝吼，唔是吼，伊迄个厝是安啦，未透风。因为靠山壁，所以未透风啊，所以热天是安怎，热咖啡死啊。到落雨的时阵呢，水吼、哦、会沿着山壁吼、哦、啊流入来厝内面，啊滴到规个厝内面个做水灾。啊，伫迄段时间，马家博士伊个安尼讲吼，伊讲哦，真少有外国人吼、哦、会用。抵抗这个台湾天气的打击，啊，伊讲啊，厝外的风加雨吼，伊讲伊的厝外是风加雨，啊，内面是湿气加煤气，啊，迄个臭铺啊，吼，啊，看袂到日头，啊，地沟讲规工吼，规冬的吼，阮拢爱啊，得抵抗迄个忧郁的心，互伊常常破病。啊，虽然伊迄时阵的环境是安尼，但是伊同款吼，对家己讲讲安静落来，忧闷的心唔通怨叹，乌云顶面同款有日头在照，啊，伊个安尼勉励伊家己吼，啊，感谢主吼，伊无因为着讲啊，伊现主时看到的教会环境是遐尼啊欠缺，遐尼啊艰苦，啊，伊个放弃。啊，台湾的宣告。伫这个所在，我的感受就是讲，马家博士伊心目中的教会吼，唔是伊即马目睭看到的教会。伊心目中的教会是看到的是上帝伫未来所预备的教会。地教讲，伊会用将伊人生上精彩的23冬拢奉献予台湾。在台湾建立教会，在台湾建立病院学校，啊，来迄间咱讲的吼，啊，落雨的时阵，厝内面会做水灾的迄间厝吼，你敢知影？迄间厝即摆变做哪货？啊，台湾新学院，啊，这个足奇妙吼，啊，所以咱的目睭心目中的教会，爱有一种哪货呢？超越时空的眼光，马家博士啊，伊伫诗的大声吼，又写一个诗啊，加做伊的遗言吼，加做伊的遗言，伊讲啊，我衷心吼，南分南下的台湾啊，
我把我有生之年全部都献给你，我望穿云雾，看见群山，我对云中的四口俯视大地，远眺海波大海，远眺彼方，我好喜欢在此远眺，诚愿在我奉献生涯终了时，那在大浪拍岸的声响中，那在竹林摇曳的阴影下，找到我的归宿。这你也看到这个诗吼，望伊想马街博士伊经历的，望甲你讲迄个所在伫对。请问你看这个诗，你感觉马街博士即马可能伫对一个所在在写这个诗？夏威夷。你伫伊个诗内面，伊看袂到讲伊个艰苦吼，这诗看起来像咧作享受吼。所以咱也唔知影讲哦，伊遐尼啊艰苦，咱会感觉伊可能伫夏威夷啊。但是咱看到的事实唔是安尼，伊个目睭安怎，伊超越时空的一个限制。伊用上帝眼光来在看教会，伊用上帝眼光来在看台湾，所以讲啊，我衷心安怎难分难舍的台湾啊！而且这，咱也知影台湾早期的历史、早期的环境，其实无几个人爱住台湾，因为湿气。还有瘴气，所以长沙过台湾，咱讲十个去安怎，几个回来，一个啊两个吼，其中有几下个，唔是讲伫海林死个，其中有几下个是死伫台湾，因为水土不服。兄弟，伫这内面，这予咱有一个学习，这学习是哪会？就是讲咱每一个基督徒吼。应当学习超越时空限制的眼光，哈，来看一个超越时空限制的教会。所以今天咱咧看咱教会，唔是看现主席尔，咱爱看现主席，无唔对。咱嘛爱看安怎超越时空的一个教会。咱无用眼视前一时的一个成果来断定讲咱教会未来的一个成败。咱来去观看上帝所有备的教会，学习对迄个将来吼要临到的未来，咱个现在因为安尼，咱个努力现在所徛的一个位置，伫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努力来得服侍，尽忠伫教会内面，无受现在环境欠过艰苦的一个影响，这是。上帝给咱这个圣公堂的教会，给咱看到的一个足实在的一个意义。所以，唔盲讲，当咱每一遍在读圣公堂的教会时，在读的时阵吼，心内面有一个唔盲，有一个信心出来。阿门。来，咱来看圣道的相通吼，圣道的相通这件代志，对伫基督徒，对伫教会，对伫福音。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吼。安怎讲呢？一个改革宗神学家吼，伊安尼讲，伊讲，咱袂用伫教会外部的组织内面去敲找教会本质，咱是应该爱伫真侪信徒相通的教会内面去敲找教会本质。意思是讲哪会？信徒相通是教会根本的一个要素。教会外部迄个形式、迄种组织，伊的设计是应该安怎去配合信徒的相通？也就是讲，教会一挂节目啦，教会一挂条例等等，应该去配合帮衬、宣传。哦，每一个信徒拢能相通，哦，那呢，
哪会是信徒的相通？信徒的相通就是说，指着说在教会里面人能彼此分享上帝的生命，而且呢我们彼此都照着圣神的一个纽带结连做伙，也就是说今天圣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恩赐，我们把我们的恩赐拿出来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有的我来帮助无的，我无的我也会欢喜去接受那个有的帮助，这样互相建造互相配搭，成做一个教会，这叫做信徒的相通。这种关系结连就亲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所讲的，咱三个做伙来读这个经章吼，请来。身躯只有一个，信心只有一个，佮亲像恁忘掉共有一个指望，一主一神一世一神，佮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伫众人之内。啊，即咱伫即个所在看即个经章吼。咱特别注意头前这句话，伊讲身躯安怎只有一个。伊这个所在，予咱看到伊的这个身躯，伊在甲咱强调讲，教会具有这种有机体 （organic） 的一个特性。因为教会是身躯，既然是身躯，伊个有这个 organic， 这个有机体的一个特性。有一本册吼，叫做《有机教会》哦。这本册伊讲着讲，教会的基因吼，会用简化成三个要点。一样是属神的真理，一样是培育关系，一样是使徒的使命。其中这个培育的关系吼，所强调的，就是人。甲人中间的一个关系，伫这个册内面，伊针对这个培育关系，伊讲到一句话吼，伊讲到讲，人类啊，毋是被造来得过独居吼，一个生活是群体生活，咱对伫关系有迄个内在需求。就是讲，咱彼此，咱本身，就是对迄个关系，有一个需要伫咱的内面啊。这是做 natural 的吼，唔是人强迫你的，你本地个有诶。咱对伫关系一个需要，其实是反映咱本身有上帝的形象。为虾米安尼讲？因为上帝伊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因为上帝。伊本身是甚物款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上帝伊的存在，伊是父、子、圣神伫一体伫内面。所以伊本身的存在，佮有一个群体的关系。有这个存在，爱有这个关系，三位一体的上帝才有存在吼。上帝是爱。因为伊上帝本身就是一种关系，也即这种群体生活哈，上帝爱咱过这种群体生活，信徒相通的一个生活啊，唔但是讲咱用这个生活来反映出三位一体上帝的一个形象，像是这个群体的一个生活，彼此三听这个关系。是伫用世间人来见证讲，基督徒已经找到上帝爱，所以因有这个群体的一个生活。对另外一个角度来伫看吼，就是讲，会准讲咱若是愿意努力互相斗相共，那呢，当咱亲像初代教会同款。会遇到一挂人的质疑的时阵，讲恁敢有可能
实实在在活出这个信仰的时阵，当有人甲恁讲挑战句的时阵，检采，迄时阵咱有迄个愿意努力互相斗三工的生活的时阵，咱已经有迄个生活。当咱在人在甲咱挑战句的时阵，咱就会使对伊讲什么款的话？伊讲，你看阮是怎样彼此相听，你就知啊。这个是一个群体生活会用来见证上帝的一个祝福。实际上，哈，也即实际上，其他的宗教也即是啊无神论的哈，咱拢会用看到伫因的内面有一种品格高尚的人，一定有。你讲回教，恐怖分子等等。但是你也在回教里面也能看到有那种品格高尚的人、印度甘地他的品格高尚，但是他不是基督徒、在其他的宗教、你也能看到有一些奇人异事、有那种特异功能、也是有的，他也有一些奇妙的事发生在他们里面。独独有一项是因无的，就是这些无神论甲其他宗教，因无法度产生是福音所产生的迄种相爱的群体。换一句话讲，其实当咱啊展现出迄种啊，遐原本无可能三角结连的人，伫爱内面三角做伙的时阵，这个人来说服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可以让人看到说这个见证，这个开力，咱要给人传福音，叫人来信耶稣，上有开力的方式、不是说、我祈祷多有效，上有开力的方式也不是说、我们教会教导真理有多么顺正，我们教会节目安排有多么精彩，这不是最有开力，这有开力，但是不是最有开力，最有开力的是人一日来我们教会看到说，你怎么这样爱到这样疼到这样，让我们一日就不想要走的那个氛围，这是最有开力的传福音的一个方式。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呼召，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人都可以参与的，就是真多一个群体彼此相听的一个生活。这几年，我们注意看台湾的演艺圈，你有，不知道你有注意到吗？有一些信主的人，有一些艺人界信主的人哪来哪多有无？你会发觉迄比率嘛哪来哪悬？较早你想讲这个无信主个拢是计讲明白的你知影我讲对一个吼？拢总爱讲迄种黄色笑话的，伊较信主啊，咱感觉感觉想要。台湾的福音有五万甚至这几冬吼，你注意看，每一冬拢会办一遍吼，全部拢台湾的艺人吼，做伙演出办这个报道会，咱若看到这种福音广传的画面，咱会感觉足兴奋感觉足有五万总是这嘛是爱足细腻呢，因为吼。这些艺人他们的气谈怎样很多因为男的帅嘛女的美嘛有钱啊还有势这些艺人一出事情马上就怎样上新闻这些艺人他的影响力我感觉有一点像奇人异事般很大的影响力很大的我有一遍吼，伫一个舞台教一个歌星吼，我先去唱歌了，换迄个歌星来唱歌。
我坐伫迄椅仔后壁吼，我看到伊个歌迷吼在看伊个眼神吼，哦，伊个眼神吼，我印象到今，迄二十几年前个代志啊，我到今麦去记掉个，伊个眼神我用两个字来形容，叫中邪。真正我到今麦去把迄个眼神记掉掉吼。啊！你个看到因的影响力有偌大？只是吼，咱爱做细意的一点，就是讲，遮个人吼，因会用是福音的神队友，嘛会用是福音的啦，主队友。我个在想一件代志吼，最近这个新闻吼，我个在想讲，是咪有一个可能性吼？那是这边上新闻的台北这间教会。因教会发展的一个模式，就是用彼此三听群体关系做主。啊，地教迄种报道会、多媒体见证，迄应该是一个辅助。可能个别闹出遐尼啊大个新闻。啊，像是呢，当一个教会啊，伊是用彼此三听的群体做伊发展的一个目标的时阵。这教会会更加健康，更加荣光上帝的名。一个彼此三听的群体呢，伊是会用有果效来塑造咱信徒的一个品格。安怎讲？因为这予咱会用透过咱彼此三个斗阵嘛吼，啊做伙食饭，啊做伙啊游览，啊做伙交谈。啊，做伙辅导，啊，做伙学习的相识，啊，咱伫这个生活的互动的内面呢，啊，咱从圣经所讲到的迄个彼此安怎安怎，互相安怎安怎，的这个经节，啊，咱个甲藏伫咱兄弟姊妹彼此互动的群体生活内面，比如讲，啊，圣经讲到爱彼此恭敬，啊，咱伫。兄弟姊妹斗阵的时阵，就来学习这样，啊，彼此接纳，啊，彼此饶恕，啊，互相代祷，互相认罪，互相宽免，彼此教导，啊，就是把圣经的教导放伫那咱的一个团体内面，啊，来甲操练，啊，久了后，咱的品格个安怎提升起来。啊，来第二，一个彼此三听的群体吼，其实蛮用指教咱的行为。我唔知影兄弟，咱有经验无吼？啊，你感觉啊立志吼，讲吼，我今年开始吼，今年是第一天吼，唔知你敢有一个心愿立志，讲我今年一定要把圣经读一遍。啊，兄弟是讲我今年一定要逐天拢有灵修。啊，但是哈、哦，立志行善啊啦，由得我行出来啊啦，由不得我。换一句话讲，就是讲咱真二弟讲单打独斗来过着圣洁的生活，咱需要有人甲咱做伙努力。就亲像我若想要有一个慢跑的习惯，我一定爱招伴甲我做伙慢跑同款。啊，伫咱。啊，基督徒的群体内面，就是讲，除非有某一个人是咱会用高效的对象 accountability， 就是讲彼此甲彼此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的时阵，咱才有法度啊来把这个行为来改正过来。咱若无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伫咱的群体内面呢，咱个啊，搁跋倒，搁退后。啊！你也感觉你的生活内面永远是安怎？斩草永远无法除根，然后春风再吹的时候又生出来。啊！所以伫一个三听的群体内面吼，会用积德咱的行为。啊！来第三就是伫一个三听的群体内面，会予咱带来健康的心理。你也要心理较健康的吼，无想要伤郁准吼。
你就要加入一个三听的群体。你加入三听的群体，不是等人来给你听，是你先去听啦。为什么安尼讲吼？有一个学者安尼讲吼，伊讲，人若意识到讲，伊家己甲其他基督徒伫基督的身躯内面是三角结的，伊就无容易会产生一个孤单、自卑或自大的感觉。啊，这伫咱教会内面，咱有无同款的社会工课，但是伊迄个工课，无代表伊比你比较好啊，比你比较歹，因为伊伫迄个位置的当中，伊要加做无同款的机体来伫斗三工。将来咱若去到上帝遐的时阵，上帝嘛毋是看咱的工课，看咱的收入来讲哦，你住VIP 啊，你住做一间房间，毋是啊。上帝是在看讲，咱伫地上的时阵，咱伫基督的身躯内面，咱迄个机体有花费啊，花啊，发挥啊，发挥啊，发挥迄个健康的机体无？啊，是讲啊，我伫地上的时阵吼，我拢无做，我亲像迄个变水的机体。重点是讲，我有去做无？我有成做一个健康的机体，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啊，嘛是一个足健康的一个态度哈。啊，当我兄弟，当咱吼知影讲彼此三听的祝福了吼，啊，咱嘛必须爱看到一个事实吼，就是讲要建立一个三听的群体无简单。会有很多哪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是这种，我们的社会是哪来哪地域就说成就，一心就在那个地方追求那个成就，来呢久了才变成那个成就的奴才，接下来因为一直在追求成就，那个人际关系才打败哪来哪怂恿。这是咱今嘛，不管伫台湾，不管伫美国，咱看到的一个社会文化，大家拢想要安怎？伊望到迄个上悬的迄个位置，想要徛伫迄个上悬的位置，所以大家拢想办法要巴结有权有势的人。但是咱的耶稣基督安怎？伊道成。有心去 reach， 迄上普通、上松向的。咱是学耶稣的样式，咱毋是要学即个世界的样式。即个使怀者吼，伊嘛感叹即个世界安尼讲一句话，伊讲：咱一直伫迄个噤若比邻，不过却都因孤寂而死。这让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这是我们的环境，所以看到这个环境，我们就要有一个觉醒，我们不能抓嘴说，要建立三听的群体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其实我感觉，建立三听的群体，一个亲像我们Austin的亚一样，我们家在徛的亚的草皮一样，怎么时时爱去顺，时时爱去维护，你啊一个无注意放伊去吼，你个发觉迄什么杂草啊，什么啊会拢害伊啊。啊，所以保罗伊个边咧对咱是一个足重要个提醒。伫《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安尼讲吼，咱三甲做个读这个经节来请，用和平彼此联络，直立。保守圣神所属合作之一的心，保罗在这个地方没叫我们创造合一，他没说，你要创造，因为他这个经常跟我们说，这个合一早就在我们的大生已经存在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动作？
保守。咱早个合一啊，因为咱伫基督耶稣嘛，咱已经合一啦。咱要做的是迄个保守，唔是迄个创造。啊，迄个保守爱安怎保守？极力，极力是啥物意思？极力就是哪个呢？你的任务吼，就是采取主动去甲人合一。啊，现在个做，无计任何的代价，全力以赴，这是你的责任。我是当真的。我望今仔日上帝话，予咱搁一遍啊，用上帝眼光来伫看教会，予咱看到圣公堂的教会，予咱看到圣道三通的教会是甚物款的样式。咱只是三个起立，咱来唱回应的诗歌。感谢上帝，今仔日予咱会用伫主内面真做一家人。咱也伫这当中，毋忘上帝今仔日的爱临到伫咱，予咱有搁较大的一个感恩，有予咱搁较大的一个快乐去爱咱教会，去爱咱的厝边。咱三个来开嘴来回应上帝，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的爱临到伫我，我想起你为着我，将你的独生子耶稣赐予我，来为我来死。在这个当中，我领受遐尼啊大的爱，我敢讲，阁有其他的理由无来爱其他的人。主，我伫这个内面恳求你帮助伫我，当我来爱人的时阵，予我有智慧。予阮无犹豫，
让阮伫迄个所在清楚要怎样来爱人。愿上帝你伫这内面也帮咱祝福，予这个爱伫 ATPC 的内面，成做阮一个特别的记号。予这个爱嘛看作是阮伫基督徒生活顶面的一个号召。主啊，阮无够起来，阮欠缺信心的，啊，阮含万看袂到的，阮只是恳求你的信心伫阮的当中来做工，来指教伫阮，予阮开力。愿主你帮助伫阮的当中祝福伫阮，咱三个来领受对上帝遐灵来的祝福。愿伊坚定恁的心，通叫恁伫我主耶稣甲众圣徒过来的时阵，伫我的父上帝面头前完全圣洁，无可指责，直到永永远远。阿门。